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。行，够手了，够手了，这回该我们俩来了。来呀，来几圈都行，我们俩往这一站，大伙儿就看出来了，位置很清楚。哎，他是上家，我是下家。我们这门艺术啊，讲究四个字。对，四个字，说学逗唱。哦，吃碰杠胡。好，外边溜了。怎么了？怎么？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，咱们研究啊。别这模样啊，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，你掉到麻将堆里头了。你这场是相声。相声？哎，不爱听，不听相声，就是打麻将。跑这儿打麻将去？哎，找别人去啊。找别人？有的是人，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，想来啊招之即来。都听你的。当然了，我比他们资格老啊，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。麻坛新秀？哎，都有谁呀？有业务员老红。老红？嗯，叫什么名字？红中。有叫这名字的吗？麻坛新秀吗？老红代号叫红中。代号？代号。哦，就为叫个什么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还有谁呀？有个统计员啊，老白，白板呐。哎，你也知道啊，白板，对对对，白板。还有呢？还有个女的，女出纳员，小妖，准是妖姬。好好，知道。几个人了？仨人了。仨了啊，算上你四个人正合适。不行不行。怎么着？这得富裕点儿。还有富裕？哎，还有一个呢。还谁？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。哦，这位姓坎。嗯，他的代号叫什么呀？坎丹儿啊。嘿，都有代号了。有了。那么您的代号是？哎，我是财务科的科长，能给我起代号吗？我这官衔就是代号。那么您贵姓啊？我姓马。哦，马科长。不，马科长。麻将科长啊。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？啊，是是。每次玩牌呢上四个。嗯，那个呢轮休。哎，倒着歇。倒着歇是倒着歇。嗯，那个小腰不能歇。为什么呀？他是我的助手。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，我在下家。我需要什么牌呢？我告诉他，有暗号。我一给暗号，他把牌打出来，我是连吃带碰，容易胡。一合手啊，合作。小妖一直坐你上家，哎，固定座位啊。那二位干嘛？我是科长啊，我说了算呢。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用打风头了。老挪座多麻烦呢。小妖，你还坐这儿？就为让你胡。哎，这小妖图什么呀？哎呀，小妖啊，玩牌的瘾大了啊。你算吧。嗯，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，小妖愣不困，这可不好。嗯，几个人凑在一块玩几把可以。嗯，哪有一打一宿的呀？我愿意。你愿意啊？你爱人不管？他管呢。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，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。你爱人没意见了？跟我离婚了。那是不管了。可那坎丹不行。怎么着？坎丹这人太软弱怕婆。人都跟你一样。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？嗯，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，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。取棋？红中提出来了，不玩了，就是得睡觉，眼疼。打麻将熬夜熬的。红中一走，嗯，坎丹又提出来了。提什么？先得回家说一声，没出息。我行了行，快去快回，等你啊。他走了，三人等一个，浪费时间。这个时间是金钱的，效率是生命的。你算吧，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？
麻将法呀，满腹和工作法，甭管什么法呀，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，分秒必争，还算不错。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，我说行了行，回来了啊，甭解释甭解释，快坐快坐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我先起庄，本封两番，走，五自首，走，8 8 5 1 13，留四两把抓杆，别愣着抓牌呀，这就开战，什么6万，吃，挨得着吗？9条碰一个，中国话你懂不懂？你打5饼，5饼归我，我听了。你有完没完呢？你诈胡不给钱呢？谁诈胡了？你怎么回事？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，我是全神贯注，别的我也听不进去。呵，那天呢我手气大壮，是我用的那牌啊，哎，小腰那都有，连着胡，刚打了8圈，砍刀又要回家，又干嘛去？拿钱去，带钱太少不够输的。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？废话，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？我告诉你啊，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啊，一动钱就叫赌博。这怎么赌博呢？这是变相储蓄。胡说八道。砍刀要走，我不让走。对，我说哎哎哎，别走别走，还等你是怎么着？不没钱了吗？好办呢，借给你点儿。你借给他？我借他干嘛呀？咱这财务科呀，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。什么钱？就是全厂职工啊，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。啊，我说先给老砍，拿200，输了再借，有的是。砍刀，你写个借条，我盖章批准。写。这老砍写了吗？写了。写完我一瞧。今借公款200元，这哪行啊？得写上借款理由啊！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？因打麻将输了。起哄是怎么的？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？那什么理由啊？要充足一点呢。怎么写？怎么写啊？这么写吧，你就说呀，因为你父亲呢，大出血，住院开刀，急需用钱。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、你就这么写吧。哎，行了，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好，我盖章生效。盖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怎么着？你这叫挪用公款。先救个急呀、写完了得，小腰给你这个，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，快去快回啊，我先替你抓牌。好嘞。腰拿借条奔大屋去了。小腰办事最麻利，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。那个速度啊真快呀、前后才用了9秒78，跟约翰逊一样。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。有钱了，行，接着玩。刚立起牌来，那天该着不顺。怎么着？冷不丁的进了一人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抓赌呢。谁呀、我一瞧啊，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啊，揪住他耳朵滴了起来。呵，砍刀太准了，你可真行啊！你这说瞎话不带眨么眼的。天津人，告诉你在家怎么说的？今晚上加班学文件，136号文件，你看看借四文件吗？这不136张麻将牌吗？这，嘿，这瞎话编的多俏！你拍拍心窝，你想想，你对得起谁呀？成天在外面打麻将，工资也不交，家务活也不干，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？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。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、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。什么名字呀？这名多好听啊，我给起的。你给起的？我给起的名字。你那孩子也叫骰子？我那是女孩，不能叫骰子。叫什么呀？叫慧儿。慧儿。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、我得劝劝呢。哎呀，我说砍刀嫂，砍刀嫂，撒手撒手撒手。哎呀，别生气别生气，老砍不对，我批评他。您请坐，喝点水休息休息啊，等这8圈打完了，两口子早点回去吧。还打呀？8圈打完了，天亮了，少给我来这套。哎，老砍，说痛快的吧，怎么着吧，
是怎么回家呀？还是跟你们科长学？干脆咱一刀两断，最后通牒。要说老坎这人就差点，害怕了，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好啊！啊，别玩了。什么？别玩了。不玩？不玩哪行啊？那三缺一不够使了，想法子我得凑一个。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？找谁呀？哎，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。老刘头啊，老刘头啊，白天不上班，天快黑才来呢。天一亮走。个儿不高，小圆脑袋瓜，推着平头，细眉毛，小眼儿一眨一眨，老乐不丝的。哦，老刘头，刘头他会打牌吗？呵，那是老麻将了，从解放前就打呀。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。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，叫什么呀？叫对倒三六条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就找老刘头。我找他去。老刘头，老刘头，什么事？一块玩两把，玩不玩啊？哎，好，这就去。答应来了。说着话，拉门进来了。谢谢谢谢谢谢三位，谢谢三位。怎么还谢谢？我说老刘头啊，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。啊，咱可是来真的啊。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？我没钱，没钱，没钱。哦，没带钱。啊，好吧，借你点儿。甭借，来着看，来着看。等一打上麻将，我才知道怎么着，他是甭带钱的。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，没打四圈，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。我说进门就道谢呢。太老刘头得意呀、啊。一边玩着牌还气人。气人呢，是他唱着气我们。唱什么呀？都输吧都输吧，你们仨人都输。东芝广告。他这一唱啊，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。眼瞅着这把牌，呵，太好了，这是满贯的牌啊，就差一张糊不了。差什么牌啊？差一八万。让小妖打呀，你们不是有暗号吗？给他暗号了。嗯，连着给暗号。是啊，他不理我，把我气，呵，我拿眼瞪他。瞪他干嘛？让他快打那八万。他呢？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，嗯，不好明说，冲我唱上了。唱什么？唱什么呀？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就那个。那管什么用啊？是这调，不是这词儿。改词儿了。嗯，他怎么唱呢？科长不要拿眼瞪我，八万我从未摸过。那你有什么牌呀？我全是西北风，还有东南风。都没用。今天我没辙，我没辙。得，你也服不了了吧？他没辙，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。我呀，我来个自摸，这张怎么样？哎呀，不是，还不是，这手气太背了。再看这张，这张，我曾经等了很久，这回八万的还没到手，又不是，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，输光了。我恨我的手太臭，是够臭的。我恨那刘老头，你恨人家干嘛？为了把钱捞回来，我跟他拼一宿，要玩命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找一个烟卷头，抽上烟头了，先省着点过吧。是。就在这功夫，梆梆梆，有人敲门。又谁呀？进来俩民警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们四个。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，这回是真抓赌来了。不光是抓赌啊，嗯，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。啊，我跑到那屋一瞧啊，哎呦，可要我亲命。怎么了？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刀写那借条，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。什么时候丢的？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，收发室又没人呢，这个小偷翻墙进屋，打开了保险柜，
保险柜没锁，能不锁吗？刚才小妖取钱呢，锁的是结结实实的，锁上就开不开呀、啊。锁是锁了啊，钥匙忘在上头了，跟没锁一样。这怎么办呢？你说，你可是财务科长啊，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，这是犯法。就是啊，我拿着这借条啊，我仔细这么一看，嗯，嘿嘿嘿，我又乐了。乐什么呀？要说聚众赌博，我承认啊，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。怎么没你的事啊？你批的条子。谁说的？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。当时一忙活，我盖的不是图章，盖的什么呀？白板。